这时间，因为前面那一段时间办理美容那三天的国际部三天很忙，所以一直没办法进入这个音乐会跟通知会员准备的工作。麦克风啊，非常感谢哦，这个营地主人阿翔，还在讲话的阿翔，弄成这件是这件音乐会的事情。因为俱乐部到现在已经第六年的时间了，第六年时间。这个俱乐部得来不易啊，得来非常不易，因为从刚开始创立开始，然后会员，从会员最早只有阿德仔仔，他靠他们几个同学凑起来的俱乐部，出门五六家。到现在会员登记有两三千户了，好啊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啊，是更难得啦，就是当然今天花很多时间在会员的这个什么，这个照片是2001年到2001年的出去玩的照片的。那当然前面的就光这两年已经寄了700-800张照片，那一小时半才放的完。啊，因为大家辛苦中有在家有在家，但是重点来了，就是有距离的问题，真的有距离。啊，俱乐部很多很多的感慨了。啊，等一下我们节目的程序就是由我的自卡开始，我请一家一家的爸爸来送歌给妈妈。那程序就是我已经准备了俱乐部最高级的6段礼，请妈妈上来坐在那边。啊，没有点歌的妈妈也要上来，因为爸爸不肯点给妈妈，小兵来帮你点。啊，因为老师这个学成归国的老师马上会帮你送一首已经很给你的歌曲。啊，我只叫去卖掉，还买一头。你哪去坐遐？都翕袂着你，直接翕袂着你啊！这坐袂过来啊！不知道为什么在最高峰时期，袂歹去。啊无，你买遐行者出一只镜头的。在最高峰，不知道为什么俱乐部这几个月，这几个月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很疯狂。等一下会一家一家介绍如何疯狂。就像老大家属今天就来，因为他今天大嫂今天特别打回球，那就曾经在麒麟台那个路口看到我旁边讲了一句话，人家笑哎，出来不困，他们招招我到困。这群人就是我们这一群在场的这一群朋友，啊，因为有一个招式，因为俱乐部。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号，就是有你真好，有你真好。露营就是要跟别人家，跟每一个人相视、相知、相惜，所以隔壁邻居最重要。所以说，最近。不知道为什么俱乐部里面大家都得病了，都喜欢搞到晚上很晚才睡觉。好，等一下我们一陆续开始的。啊，请第一家，这个第一家是谁？大概等一下我们会先把这家，把他们家最赞的地方讲出来，你就知道他请这家的家什么。我先讲一个，好，对不起啊，这趟老多的事情，我还要听我来说。这趟赚了，这家我要谈一个故事，就是曾经有两群人去吃把费，啊，然后另外那群人说，为什么你吃把费是儿童票，啊，我是要成人票。啊，因为他说我是蚂蚁啊，我比较小，啊，因为他都是一只老鼠。
啊，那马会在哪边吃？在那台 S Trail 上面吃，因为我要把他们家车开去 ARTC 变更兼公益，要把那个卫生纸面盒，把面盒掉在方向盘下面，还有那个暖气，哦，还有那个喝很久的奶茶，哦啊，还有后面还有两个酒瓶要拿掉，我才能开车。这家，所以他们请有空等一下到俱乐部那边来，像站的拖车，他上面门牌有贴了一个门牌，他们家门牌叫乱到爆。大家等一下可以去参观，那是德国进口的拖车，然后他们最近买房子，我请他们家，如果明年落成，家里请保持一年干净。因为会员要去他们家，不然大家拨垃圾进去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是我们家的，我要先讲。